好，来看一下姑娘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霍孙杨，来自2到7劝农山镇，今年23岁。我是村里唯一一家麻辣烫的小老板，因为村里人捧场，正常每天收入180的。因为干这个小店，什么人都碰到了，一般对付不讲理的人，我会分3部分进行处理。先对顾客微笑，然后问一下换一碗可以吗，如果还不可以就会有顾客免单，当然想办法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平时穿的衣服，三件毛衣两条裤子，其中呢这件衣服我春天穿，夏天穿，秋天也可以穿的。然后不喜欢逛街，更不喜欢化妆，家里呢就一瓶洗面奶，然后这两天用完了，一直用西当皂洗脸。我觉得自己长得挺漂亮的，不用化妆。再一个我觉得化妆挺累的。你好琳琳，看我行吗？看你这骨骼惊奇的，反正还行吧，考虑考虑吧，对不对？